欢迎回到人家去哪里，今天是大家喜欢的比赛系列。今天我们来到台东夜府的尼夫加速赛，多少？可是这个就是比赛嘛。今天我们会先看阿古的新牌，就完设定怎么样？不过只是有稍微小试一趟，随便车都有8秒7，8秒多，对啊。对，而且还是降升压的方式。整个状况很大，我们人家去哪里，其实对弱的赛事是非常支持。 我们这次我们也是业务的赞助商之一，只要我们有参与的赛事，我们基本上都愿意出一点力。我们不赞助这种比赛，什么时候才要赞助哈？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比赛大家都发展的越来越好。对啊。其实只要我们参加，我们都愿意出一点力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我们的休息区那边把车移过去。 真的是赞助这个比赛，虽然没有收到什么金额，但其实这个就是出一份力啊，我觉得赛车运动就是需要大家都要去共同努力。对啊，因为大家我出一点，你出一点，让人家未来在办这个比赛的时候不会觉得又要付很多钱，又要亏钱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。之后日野服的比赛，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，这个活动对适合我们赞助一下也没什么，我们也自己也知道办这个东西有多辛苦，很辛苦，更何况是规模这么大的，没错没错。 这次参赛车5台都算是 JW Performance 的精英。我们介绍第一台就是我们的计划里面的 R8 Plus 涡 AMS Twin Turbo， 这个有看的都知道了，这个也不用特别介绍了。不知道它详细改装的部分啊，对一下 R8 的那一只，这边的，这边是。这样你怎么这样？你不专业，你看不到连接啊？哎呦，看到了，在上面。<笑>然后还有我们的 RS3 虎哥的 RS3， 剑人就崩，没错。啊，这涡轮也是大颗的，也是很强悍的 RS3。 再来就是我们的改装计划的断轴之王，对，断轴之神。就是没有他，看不断的走，他已经把中轴弹断好几只了，5只了吧？1只我那个也不便宜，迟迟等不到他的改装见到了。所以今天有可能中途离赛，没了，开了4个多小时来，没了。没错，这一次是我们的也是改装计划的老鸭的 2.5，2.5还是2.6？2.6，然后102.4秒，6，跟我来说也是重改的。很重改的，你镀内都做完了。再来这个就是我们阿古的魔王号，破铜烂铁号。但你也，这等哪里有破铜烂铁？回收业者都不要的东西，阿古的这次有做一些翻滚龙的升级啊什么的。然后这次有整理一下里面的东西，因为拼八字之王这次还是帮他增加一点安全性。拼八字之王听起来好缺哦，讲白一点就烂命一条。好啊，等我准备练习了，那我们等会就准备一下。 目前早上算是蔡董想说先第一个下去先试一趟车，主要是要把酒吧烧完，对，把油开完，对，等一下要换赛油。蔡董这车很滑，会滑呢。 轮胎还是那个啦，正常行驶的胎压，我们都会做这样胎压的动作，就不会这么滑了。对，因为它那个轮胎面积接触地面比较大嘛。对，专业吗？有点容积，但不要学我啦。<笑>那你也知道在学你啊？对啊。阿古说他只需要跑个4趟啊，2天4趟，对，2天4趟就结束了。会不会太拽？他的冠军宣言：如果我2趟，1趟就冠军，第一趟就是下一组冠军的话。 再点进去。<笑>
爆了，阿全，对，那水直接不是。阿全真的很辛苦，还蛮不错的啊，蛮快的啊，很快嘞。然后蔡董的刚刚那个朱立其实也很快嘞，对，你只要一起跑后就超快了，超快，对啊，像激了一下有吓到吗？你这个往左到好恐怖啊！你刚刚整个往左撇了一下。为了符合我们这一次传送轴来不及改装，传送轴来不及到，所以我们前面两档是降升压的出去，两档对，一二档都是降升压出去，都是蛮，毕竟是原厂的，已经有过断掉的经验了。对，不过我们靠后段马力就全力发挥，还是有一定实力的。哎，其实一二档也没有真的到很久，就降升压顶多慢一点点吧，一点点，真的一点点，不会到很多，而且也不一定真的会慢多少，因为其实这个地板大马力也有可能会滑，也会滑，对，所以 OK 啦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啊。边热胎边选道，他跟蔡董一样，表演型选手，然后实际跑也 OK 啊。对啊，本来就要这样啊。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测试了，我等一下去跑一趟看看。看起来增压好像有点不够，起跑还不错，起跑我觉得算有点微微滑带跑，可是这样子通常是成绩会比较好的状态。如何？冠军的啦，8.837，八点八三七，哎呦，这个场地最速8.837啊！你可以正式丢两次。OK， 这应该是场地最速记录。目前场地最速记录啊，8.837。而且破去年金哥的那个记录。而且今天的温度非常热，所以我们跑8.837非常快。哎呀，后面很直啊。其实我看整个出去的状态是很完美的状态，微微一点点滑，一麦麦。零呀零。对，可是它那个是跑带滑，是很好的状态。对，不是那种完全打滑，因为你如果没推力又不行。它一般路上你很难做到完全一鼓作气出去。这一趟很满意啊。我过去想说，干成绩一定很好。我们在后面看，其实觉得。很快哦，很久没有在比赛场地开赛车，上一次是去年嘛。刚一开，我想说，我操，好快！太久没开了。我们今天差不多算下午，我们天气凉一点，再试一趟看可不可以更快。天气凉一点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计划本来就是我们报了两组，可是我们每一组打算就是一趟给他出来就好。对，目前1/4达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关心一下我们其他队友的状况。TT 还是要出发了嘛？对 ，TT 还是要出发了。那因为阿古的今天已经第一阶段顺利达成。差点开出人命哦，吓死人了！啊，差点就很恐怖哎，就1000万飞掉了。
那刚刚那个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转一圈啊！你的想象，你在右道开着开着开着，跟左道的人面对面，我干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然后还有老板技术过硬，技术不够好，一慌可能就去墙壁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那个收油也不一定救得回来。没错，这真的不一定。太滑，真的太滑。可不知道为什么、啊，吴姐，我觉得差出去了。刚刚我看那个蔡总出去是第二趟出去是没有滑的，要不然就是弹射转速也有差、啊。哦，转速太高。对，或是二档增压太高。对，我觉得基本上这一次 R8 来讲，我们会再把它做一些调试，让它出去介于抓地力的极限内。对，这个东西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试，不断的试、啊。对，天气也热了，我们等晚一点、凉一点再来继续做这个。对对，就是轮胎可以承受的打滑的那个抓地力，那个真的是要试过，然后去调整增压那些东西，才有办法让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出去。是的，对，没错。好、啊，那后面就继续冲啊。那现在是午休吗？现在算午休了，我、快午休了。那下午还有一趟，今天最好是两趟结束。对 ，OK， 好。蔡总刚刚跑出新的成绩是9:623，目前我们来参加的五台赛车，目前近九秒的有两台9:04的 TTS 和9:06 R8 Plus， 然后阿古的8:08 R35， 然后剩下 S90M 4:001，五哥的我们再稍微修正一下，因为刚刚有断油没有换挡，对，等我们修正一下，把它也摸进九秒，加油。但这一趟很顺，他已经应该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见久了。哦，难修鳗鱼王，难修鳗鱼王，哎，就是表演性质偏高。我手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那一趟跑的没有很顺，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就是出去打滑。今天 TF 的第一天赛事，最后五哥再冲一趟，看有没有机会。今天这么热的天气进九秒台，因为目前都卡在那种10:00几、10:01，目前还觉得小可惜。我们最后一趟再测试一下。起跑真的很快，可是后来进档，然后转速过了我们限制的转速后，电脑进入保护状态，它进入保护就会变这样，你当下就是会没动力。那没动力，其实我们就没必要继续推了，因为那趟成绩不会好。零四是不是用秒数来算？是你要计较到那个小数点百位的0.0几秒都要在意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一些失误，我们那趟就不会再推了，有点浪费车子的战力，我们会比较保留一点。VF 台东第一天赛事结束了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无聊？跑了一趟而已啊，一趟今天阿古就收工，会出成绩第一趟就会输了、啊。对，你看国外哦，他们如果记录要更新，都是通常是第一趟，他们要么最多第二趟，要么就是最晚那一趟，天气冷下来那一趟。对，那中间很难再去拼更快成绩。对，今天就跑了一趟，然后成绩我觉得还算满意啊，因为其实现在跑那个应该38、39度有可能，有可能有，看我们主手班的样子啊，每次比赛都蛮是这样。今天我就在饭店待到结束我的休息，习惯的啦。哎、欸，不行哦、喔，还好你今天帮我关后照镜，我真的忘记。不要关啊，其实后照镜这种都是主力，你看国外连四车甚至都没后照镜，一个盖板拆掉，然后一个盖板盖上去。对，我觉得装防滚笼有差嘞。以前的话，你会感觉车身跟车壳没有那么同步的感觉。在你换挡的时候、就是，你以前会稍微会拧。我今天看你是偏比较直的去，就是出去感觉全车很硬。它一起出去就出去，我开起来的感觉很好。其实我原本没想到这个东西有这么大的差别，所以你看所有赛事都会有 roll cage 这种东西，就是所谓的防滚笼，一定是有良好一坏啦。它就是安全嘛，然后车身刚性增加嘛，你在过弯什么的也更直接。对，然后坏处就是增重嘛。啊，对，对啊，就良好一坏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大于坏处的，所以才这么多人要装。而且无论怎么改车、怎么赛，就怎么赛车，就是安全第一。其实安全真的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不管是跑零四赛事、场地赛事、拉力赛事，你看防滚笼或者是人身布匹，都是会讲究的。对啊，那个必须的。好啊，
经台东 ZF04 第一天结束了，我们今天的成绩基本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个 GTR 无限改装跟全国最速，它有登录成绩。对，目前也是最快。接下来就看明天喽。对，我们来看明天到底拿了几支冠军奖杯。嗯、啊，好，好。明天见。这种良心竞争真的是很棒的事情，就是大家玩车就是该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好的竞争对手啊。场下你看，就是大家在那边聊天，这才是玩车的态度啊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们有揪他，我们之后办的活动有请他来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也挺好，这样才是好玩的。对啊，没错。今天是 day two， day two 了，哇，大家来了，大家来了，已经晒伤了，不行了。今天说好八点的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时间，已经八点，快九点了，4:50。对，然后大家才陆续到场。我们车队是最早到的嘞。对，这倒是真的。你有没有看到大家现在都这么晒伤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打死不擦那一种，那种油油的那种。我看你现在你不擦也不行了，实在太痛。我他妈会怕，你知道？对，你自己看，我们两个他妈最后去那个脸，你看我，你跟我是脸，我很。我看你会说你比较一下好不好？我是比阿古严重的，那不差不行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精彩赛事吧。准备 model S play 的，来看一下，他跟我崩一下呢。对，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崩到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偷看一下对手。我在这里是跑8.8啦，我不知道跑多久。阿全，你猜几秒？我猜，赌什么？哦，不赌。干有点快呢，好诡异哦！干好诡异哦！那个你知道没有声浪了，嘣就出去了。晚点帮他配音。翻滚，叭叭叭叭叭叭，我们噔嘣。厉不厉害？我刚问机子有鬼，他们跟我说，你已经丧失一颗屁股了。我觉得 OK， 看看 OK。看起来也有快呢哦！我目前按阿古又是失联的状态，因为呢他手机在我这里，我好好奇他现在的秒数，希望我们一把就成功。不过我也相信应该一把就蛮厉害。如何？8.95。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在想要不要连跑，因为现在没车。对。但其实连跑的话，我觉得是会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可能你看他现在全部都是那个，我觉得现在未必抓滴滴一定会比较好。但是我觉得轻一轻包起来，晚一点变速箱稍微再降一点的时候，可能午休过后结束第一趟，或是再晚一点点再去测一趟，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。测8.9了，也是几秒，也是八多，9341，但比昨天好哎。看老师越测越快是怎样？我们 TTRS 刚测的超赞的哦，9.341嘛，真的很猛。说实话，对，就这样子。这趟应该有，对嘞，它的前面就 OK 了，射出去的，对，射出去的。5台来参赛的，只差一个 F90M， 就剩一台还没进10秒内，基本都9秒多了，还有8秒多这样。I3 也9秒多了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太多了，他
已经滑了，他有收，因为再不收就会有点类似快速回转。哦，昨天那样子，至少判断正确。D R S 也来了，对，要看一下 T D R S 跑怎么样。啊 ，T D R S 已经刷新他昨天的秒数了，对，有点三。他每一趟都真的蛮快的，不错 ，TDS 跑的也不错。赛场太滑了，等一下再看会不会测好一点。对，晚一点回来看的。目前我们的段轴承真的一把比一把还快啊，已经到了9.2秒了。老板在调教的话，他把它增压降下来，并不是错误的选择。经验累积出来的调教方式，所以成绩非常好。这台车没有刻意去做任何轻量化，左耳的功能什么板件全部都是正常的。看一下他有多拽，把你最拽的脸露出来，快点！不要了，来来来来，先对着镜头先露出一个甩脸。干你，这不是你的，电量真的是很快哦。那我再来一趟试看看，这次改完后真的爽哦。爽啊，每趟都超五滴，而且一趟比一趟快。对，你要小心了，还差得远。这样，你今天要8秒9是不是？下一场。这样，我们等一下一人一道，做的怎么样？搞就稳输的、啊，还会怎么样？哎，你刚不是很揪吗？不错啊，我刚刚都在后面帮你看，超快，这道真的快。怎么会 ？D D S 车主不知道后照镜怎么照？其实你窗户真的要关，你忍一下。因为我跟你讲，风这样灌进去会灌到你车内，其实那都变慢。会变慢，你不要看那个就一点点哦，其实有差，真的有差。我等一下来研究怎么收啊。你很夸张哎，难怪我跟他讲一直加收照镜，他一直不屌我。我刚才跟他讲啊，他就说哪里收，我想说哪里收，平常这样开就有这个水准。而且蛮稳定的啦，200公尺先降它，后面比较快而已，前面那么打滑没用。8秒8，怕不怕？啊，200公尺8秒8，完蛋了！他不讲道理哎、欸，真金不露出来了。对，这是有换。9秒6，在那个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9秒2，已经这真的到前面去了。9秒2，他妈的，我觉得很多人看到你的成绩，他妈厌世开始出现。哎、欸，那个真的会吓死。其实9秒2超快的呀、啊，我让他们1300cc。再加一个缸哦，那讲林北嘞，咖喱厉害嘞，所以真的放1300。那这样，你买一台 GTR 来改，我不要，哎，买得起也丢不起。我们现在到了下午的测试时段，我们先R8蔡董看看可不可以把今天的秒数再更新一下。对啊，看一下，跑看看。对，目前呢，今天早上只测到是9秒7啊。感觉没有，对啊，起步没有起好，他那个感觉原地增压转速比较低哦。对。就是呢 ，Top Ten 的老板 T 管来玩一下别人的，但491耶，超快哎！老板叫我再牵出来再测一次看看，现在稍微凉一点，等下试一下。好奇玉谷这场到底秒数如何？打滑又比较严重，可是我们看起来是有滑带跑的状态，所以应该是还是不错的成绩。我们等会来看他几秒，9秒085啦，零一太滑了，对，滑超远。我觉得这一轮增压给太大，给太大了。今天已经差不多第二天的尾声了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让 F90 也进入10秒内。10.089，就差这一点就进第10秒内了。不过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出来其实成绩也不错，5台车4台都在10秒内，是还蛮不错的成绩。去开一趟，就来玩一下。
很快嘞，完全不滑，还不错啦。这一把跑得还不错，这是。破了这一次场地的最速记录，对，8.837。我觉得第二天的状况，反正路况不好测了。对，路况不好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德雅的那台其实也都表现很好，可是今天他们两个都差一点点，你们两个都测不太出来比昨天好。现在这个成绩来说，不管是新哥来或者是麦校长来，就是其实都真的都是差在那个零点几，谁都占不到便宜啊，都可能差那百分位、千分位的吧。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一次赢又赢千分位的，就0.00几。这种，他们两个人今天早上第一趟，两个人只差0.004。对，我今天早上跑一趟8.95，对，然后他8.99，就是差这么一点点。虽然赢是赢，输是输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看你驾驶者的状况，然后调电脑的人，然后你依照现在的天气状况啊，一些地板的状况去调增压、增加或减少。有时候增加不见得是好啊，因为我有一把。增加就反而滑太远了。对，但是那一把如果前面是没有这么滑的话，那有可能会破纪录，因为我的后段超级快。你看400米我滑了100米，后面300米都是加速的，等于是几乎都靠后面那300米。这一次算是拿回了冠军。对，就是全国最速组，然后无限改装组，不错啦，就是蛮爽。我们后面还有别的企划，你们也可以看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们还有几个很劲爆的加速企划。这次比赛顺利结束啦，小小的拿了几个奖杯，五台车拿了1、2、3，没，这不是全部了，7，你那边有3只是不是？还有昨天的，然后再加虎哥的，我们总共拿了12只、13只，对啊，因为我们这次来的车其实都是很不错，就是已经厉害的车，就大家也都认真，然后加上老板，然后还有阿凯，就是我们的后勤，对啊，伟成，就是大家都是很有向心力，然后互相帮忙，我们也没有在意说啊，我是其他人，然后我不去帮你。弄这个不就帮你弄？大家有什么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能帮什么就帮什么。没错，没晒油了，刚跑去拿过来，帮忙加之类的。没错，对，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帮忙，我觉得很棒。那个比赛的气氛很棒，比赛的成绩啊什么也都挺顺利，也蛮理想的，我觉得这样子非常不错。然后我们吉米哥也拿下了 GTR 千 T 的冠军哦。对。那就差不多了吧。好，那喜欢的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一下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邀请我们来的九 man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 man， 厉害，哇，久仰。